小无敌，恭喜你通过最后的考验。考验？你刚刚不是说我会消失吗？对啊，合欢公子萧无敌已经消失了。萧无敌，你回来了。南星，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。南星，我刚见到仙子了，他跟我说我通过了什么考验，还说合欢公子从此从世界上消失了。你看，这不是毛小军的本子吗？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这是仙子给我的，他说这才是我本来的世界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之前随便跟毛小军提过萧无敌这个名字，没想到他偷偷写了这么多。所以你是？所以我不是你树立的角色，我是毛小军创造出来的角色。他一直都在默默的喜欢你。你不用再回去了吗？哦，那个仙子跟我说，我回去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，他要你好好珍惜我，要不然他……